地带安全不？据我观察，没发现敌情。哎呀妈呀，可累死！小点声，咋的了？你没看见那有个老太太吗？哪儿呢？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。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。哎呀，抓就抓我，喝出去了。整天这东躲西藏，像做贼似的，干啥呀？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？生，跟你结婚没消息。结婚四年，生仨丫头片子，整天这老大哭，老二叫的。哎呀妈呀！接着，那不漏啊！这里边有个塑料袋，平时防雨，关键时候解尿，两用。我跟你说，城市的毛病可多了，吐口痰就罚5毛钱，这泡尿还不呲出一张大团结去？真的呀？这片就外国烟头，一个比一个臭。这差不多。你说哈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。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。吃东西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起来溜达溜达，拉倒吧，溜达一天了，溜达啥呀？懒是丫头，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，想吃点水果都没有，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？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？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，那都是一样的。拉倒吧，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？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，多水的，你再瞧咱那几个傻傻的，个顶个葱心绿。哎，这孩子更有特点，好认，知道不？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？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。照你这么生啊，你康都吃不上。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。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。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？咋讲？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你听错了，那是说时代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指着把做绝育的说的，咱俩不行吗？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，你说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，这玩意儿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，你我得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。我咋起不好了？你就说大丫头吧，啊，一个女孩子叫个啥词儿啊，铃儿啊，凤儿啊的，听着也顺耳啊。你可倒好，别翻天，别脸通红，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，这是人名啊。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？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？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。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？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不？老三更好了，起个少林寺。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，长大叫得出口啊。名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个记性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他妈找谁了是不？歪名好养活，知道不？老四还没生呢，你个歪名起好了，叫个啥？心安岭。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，我到了北戴河就生。那就叫北戴河。依你行不？咱们特点吧，就是走一道生一路，走一站生一户。还舔脸说呢？那怎么的？
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？叫啥？流动大军。说对了，咱们特点就是流动，等不到护照，等到护照要塞到外国生去，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，叫啥呀？ OK 塞那拉。哎呀妈，这没知识还扫那拉，你扫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？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？你还扫那拉，你跟我扫那拉，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。你想的咋那么多呢？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，随便溜达出一句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要是知道再见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说呀。我能和你再见吗？和你再见，谁给我生儿子？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？那要是闺女呢？要是……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，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。屁操！对，屁操。咱就操一把，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？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，那不露馅了？那真笨！就说咱俩是二婚，海南岛秃噜番前窝带来的。你家二婚仨孩子啊？那少林寺呢？三婚不就完了吗？你拉倒吧，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，我不去，你自个儿去。时髦的事啥丢人的？拉倒吧，你还四毛？走走走，你看干啥呀？你现在的脾气吧，可爆了，特别任性，你自己有感觉没？你别着急，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，他第一胎、第二胎、第三胎，不呱唧生个小子吗？你跟人家能比呀、啊？嗯，人家生得起，罚得起，你能行啊？我不行，我罚得起我就罚，罚不起我跑。我们的原则是：他进我退，他退我追，他住我扰，他皮我生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，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。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你弹棉花我长鞋，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。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，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。你还挣钱呢？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。刚才在那个候车室，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？叫啥？盲流。你听听，还盲流呢，离流氓不远。跟你说，盲流就盲流，不让做人流就行。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，知道不？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。那咋的？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，我要这几个干啥呀？自打有了海南岛、少林寺和吐鲁番，你瞧你妈那个样，成天嘟了个脸拉草，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。你妈像长白山？妈像。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？怪你自己不争气。我不争气，人家科学上都讲了，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，你种的茄子那叫辣椒啊！别拉倒吧，就你那破眼眼地，种什么也白扯。白扯就白扯，我现在我就上医院。你站住！我站住！告诉你，上北大河我村子，我跟你没完，你听见没有？站住！干啥呀？你还要打我呀？我站。你干啥呀？哎呀，还要打我怎么的你？啊，还要打我怎么的？我打皮带蛇。哎呀，你可别打他！我去，算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不行吗？我求求你不行吗？他爹，起来吧啊！嗯，起来啊！咱俩人交交心。坐着啊、哦！可爹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不？咱俩人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，比翼双飞，郎才女貌。白
天你下地干活，我在家做饭，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。讲的啥都忘了。啥吓人你讲啥，净讲些鬼呀神呀的，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。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。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，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，一日千里。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，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。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成天的钻那个水泥管子，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，我这个心呢、啊、都碎了。他爹，咱回去吧，行不？孩子妈，我有时候也想回去，可回来村里咋整啊？小大、小二、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的差不多了，剩那小四儿罚啥呀？那咱总算有个家呀！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，这也算咱坦白交代、投案自首，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？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，还要罚咱，咱给小四打个借条，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，往后咱好好干活，多多挣钱，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，咱俩人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。他爹，这不好吗？好，孩子妈，我也不止一次在想，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？可不咋的，尤其城市人多，走着街。孩子妈，小脚侦缉队上来了。他爹，撤。你先撤，我掩护。紧急集合。毁成一排，站好，同志们！为了确保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，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。报告大家个好消息，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，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。太好了！正愁没人教，天上掉下个粘豆包。大家注意，一会儿教练到了，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，站有个站样啊！讲文明，懂礼貌，虚心学，让他教，他说咋着就咋着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，记着吗？记着。赵队长。队长，教练大归队，站，队伍划过来，向我这儿看。队长他来了，欢迎欢迎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免贵姓赵，这次进京我任队长。哦，赵队长兼裁缝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姓范，范大师。哎呀，不能这么叫，不能这么叫啊！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，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。哎，不是，小范是绝对不行，小范是倒动服装的。你是设计服装的，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。范师傅，哎，大家好。赵队长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范师傅。哎呀呀呀！
我们白天想，夜里哭，做梦都想赴首都。是吗？首都的楼儿高又高，我们时刻。哎妈呀！大家放松一点。哎呦，赵队长，你不要哆嗦嘛，不要太拘谨，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啊！是这个样子，我呢时间非常的忙，我需要马上赶回去。是啊，这样吧，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，把莫特请上来吧。请谁？莫特。莫谁？模特。报告范师傅，这就是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。站好。哎，赵队长，嗯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我开玩笑干嘛？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？范师傅，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蒙牛屯的特点。是吗？嗯，这都是专业户。有养鸡养鸭的，种粮大户，还有养大鹅的，这是养西瓜的，可了不得呀！他去过铁岭啊，做过报告。哎呦，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，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。换衣服！等一下啊，先不着急换服装，在训练之前呢，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。鸡弓带来吗？鸡弓不是带的，鸡弓就是基本功、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。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，就是猫步。家猫？猫步。猫？哎，在散步。不是猫在散步、是猫在走直线。猫走直线？对，范师傅，嗯，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。你看耗子如果拐弯了，猫还走直线，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？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，探讨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。报告范师傅，嗯，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，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，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，走歪了他踩苗啊。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？跟种地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啊？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。等一下，回来，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。来，听我的，分成两排，快来，你出来一下，让这干什么？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，你出来忍受一下。范师傅好。你好。好，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，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。你们是名模，你们是世界名模，你们是世界名模 Klaus 先点儿。听我的口令 1, 2, 3, come。 啥意思？我在说英文嘛。范师傅，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，最害怕的就是鹰。好，一二三走。好，很好，太好了。想想看，看见了吗？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的闪烁，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。你笑什么吗你？笑啥玩意儿？这么没能的你，完蛋了，这三丫蛋子。笑啥呀？范老师找的多好啊，那么忙来了，说的多好，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。他听不懂，我在引导他嘛。我知道你在高引他。行，引导启发，懂不懂啊？引导启发，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，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？抓紧时间吧。对不起，耽误一会儿。抓紧时间，不用你了。这真是
你过来，你拿着，你办事。注意，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，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。记住，你们是劳模，你们是县级劳模、省级劳模，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。可乐，什么儿？听我口令，妈，妈，妈，你是数三个数，大数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好，很好，挺胸抬头，看着，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，这是玉米。这是黄豆，丰收了，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。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，割完了一片高粱。看这个，所有的女同志也都唰唰唰唰唰唰，唰成一片包谷。所有人收工了，都拿来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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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？你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？我们就是干活人嘛。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。这样吧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。分组好，杨大强到，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。是。小辣椒，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。是。其他人等留守，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。是。站好了，各位，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。开始。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样，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。你教我，我接受能力比较快，我会了，他们就都会了。你走了，我也放心了。好好好，抓紧时间啊。您几个啊，虚点心啊，别什么都不懂。对，好，向后三步走。你怎么出去了你啊？向后转。好，大家听我的节拍啊。什么叫节拍？节拍就是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，四大耶。好，向前三步走。好，挺胸，收腹，提臀，斜视45度。看我干嘛？左上角45度。哦，看着了。好，预备。你这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范老师，你太有生活了。怎么了？我服你了。啊？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？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？这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，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？收腹是勒紧小肚，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，斜视要看准果树，这边加药，这边就喷雾。它的节拍是这样的：一次，二次，三次，四次。哎呀，行，整个一套。我们无法沟通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我得赶紧走。啊，我觉得不能走。人是一，马是鞍，一看长相，二看穿，你得看看穿衣服，你也没白来呀。表示。啊，好好好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啊！赵队长，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？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，你看什么？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？电视常看。什么样啊？不就头上包个绸子，露个肩膀头子，一身玻璃球子，走道还直晃胯骨轴吗？你穿这些能劳动吗？我，范师傅，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，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。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？范老师，你怎么这么不热爱劳动呢？劳动和美是两码事。范老师，
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。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，吃啥？没有普通者的劳动，穿啥？吃穿都没了，你还臭美啥？行行行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？范老师，你看看，我们不是没服装，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。好，咱们抓紧时间吧啊！哎呦呵，准备好吗？好。知道了，知道，每次都说知道，可是一扭脸就忘。你说你今天错哪儿了？爬高了。爬高？你爬那么高干什么？上面有个虫子。你不打它不行吗？那要摔下来怎么办？你以为你是杂技团的演员呢？杂技团演员爬高，后面还都拽着根绳子呢。跟你说话呢，注意力集中点。
连三的犯错。我怎么接二连三的？还顶嘴。你说上礼拜天犯什么错误了？上礼拜天哦，摸电门。摸电门？那电能摸吗？那保险丝坏了。保险丝坏了找电工啊，你要是电着了怎么办？前天犯什么错误？前天玩火。玩火？灭火柴搁着没用了，你扔了它行不行？那要着了火怎么办？你跑都跑不出去啊。你说还犯什么错误了？没了。没了？我昨天刚一下班，邻居高大妈就跟我告状，说你把人家玻璃给打破了。爸，你说你没事打人家玻璃干什么？那不是我干的，那是老李踢球踢的。人家可没说老李，就说您来着。他跑得快，你不会也跑？我跑了就更不对了。爸，以后啊咱别再跟那老李一块玩，听见没有？好吗爸。嗯，我都不愿意跟您说呀，我每天在学校里啊都提心吊胆的，就怕您在家里闯祸惹事儿。您说您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又溜号了，注意力集中。爸，我说什么您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？哎呦你看你还有情绪。爸爸爸爸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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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怜的爸爸，我的爸爸。干嘛干嘛干嘛呢？我每次一批评爸爸你就唱歌，而且还单唱这首歌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爸要出点事你就没责任。爸，哎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路上小心点。哦。我也到点了。行了爸，今天的课呀咱们就先上到这儿了。哎，怎么上课啊？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。哎，那闺女，你说我今天这个检查不写了。哎，好，不写检查。好。爸。哎，爸，以后啊，哎，再别爬高了。啊，不爬了不爬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吃早点再走啊。来不及了。爸，待会儿买条鱼回来。干嘛买鱼啊？您不是最爱吃我做的糖醋鱼吗？行，我买条大的。哎哎，啊，对了，闺女啊，有个事儿跟你请示一下啊。他们呢约我去钓鱼去。钓鱼好，既陶冶情操又锻炼身体了。这个事儿好，可以去。行。上哪儿钓啊？上老虎沟。老虎沟不行吧？人家说那儿特危险，前两天有老头在那儿钓鱼，不小心都掉到河里去了。哟，那我不去。对，不去，听话啊。哎，爸，哎，千万别去啊。哎，不去。哎，好乖。哎，不写检查了。哎，老乡，走了走了。啊，今儿天好，准能钓大鱼。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闺女不让我去。怎么了？她怕我掉在河里。哎呀，她怕你不怕不就结了？我也怕。怕什么？跟我上，走。你会游泳？你会游泳？告诉你，哎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全市的游泳冠军。扑腾腾，扑腾腾，扑腾腾。这也能得冠军？啊，当然了。啊，我得着这奖状，挂的满屋子都是，踩着去了。哎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？我知道的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哎，也别说，你就是颠掉的河里头，看见我这小手了没有？我这一抓就给你抓上了。你就是掉在海里头，我一个猛子下去也能把你拖上来。走。不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怕钓不上鱼了，你先寒碜。没关系，哥们儿，我钓下来分你一半。嗨，走吧。哎，我老实跟你说，我闺女不让我跟你一块玩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闺女不让你跟我一块玩，让我跟你一块玩。哎哎哎，老李，你哎。上次老李叔也是这样的，说是要带我爸去游长城。嘿，那游长城好啊，那你们就去吧。可后来这老李叔自己回来了，他说把我爸给丢了。哎呦，把我跟吴姐急的，我们赶紧去找，等到了
不让我去。姐不让你去你就敢？可老李一让我去，我说我不去要掉在河里的，他说你怕什么，我是游泳冠军，你就是掉在河里面，我小手一抓把你抓上了，可是我真掉在河里面，他那你就跑了。我一到那鱼就上钩了、我高兴，我赶紧拉鱼往下扯，我一拉他一扯一拉，最后我扯不过他，我就他妈下去了。那鱼呢？鱼在这呢。啊，这么点小鱼儿？哎呀，你别看鱼小，在河里面劲儿可大着呢。那后来你怎么上来的？期间我紧张，后来我拧绳往上一站，那河水抬到这儿。舒服喏、哎呀呀，你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那河里的水真凉啊。从现在开始你不能提掉河里的事儿。干嘛呀？让我姐知道了你又给写检查。哎呦，写不好不让你睡觉，写不深刻重写。哎呀，你别这么紧张啊。姑娘，我心里有事。哎哎，你别想着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了，他就没事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吗？还有事儿啊！反正你无论如何不能跟姐说。他要是问呢？问也不能说实话。那么撒谎？好孩子不能撒谎。那不叫撒谎。那叫什么？那叫蒙。蒙。对，蒙过去就没事了。行，那咱们就蒙。哎呦，爸！哎呀，又忘了，这个要饭后吃，来，先吃饭。哦，吃饭，吃饭。哎呦，饭还没做呢。还没做，爸，您一天在家干嘛来着呀？没干嘛，就洗了俩澡。洗了俩。啊，不，这第一澡水太凉了，没洗干净。第二澡洗得很舒服。啊，没事吧，爸？没事。那我去做鱼，鱼呢？鱼也，对，哎，做糖醋鱼。这么小？哎呀，大的钓不着啊！啊不，大的人家没钓着，所以我也没买着。爸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就怎么回事？您可从来都不会撒谎。从来不撒谎，最多就是梦。老少，哎，你没事吧？你喝水了没有？哎呦，啊，行了行了。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！行了，你把你钓的鱼分给我一半吧。你还想要鱼？我钓在河里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上哪儿去了？我上河那边找会游泳的人救你。我上哪儿去了？你不是游泳冠军吗？我那是帮你的，你怎么就信了你？你赶紧把钱给我，别分一半，我全给你。啊！你又蒙我。人家说了，你是抱着鱼回来的，挣点鱼，你又不要抱了。你说，我不能走，我一条鱼没吃，我检查的，我检查的。老李说，老李说，我一条鱼没吃。这样，您先回去，待会儿我把鱼给您送到家里去，您看成吗？那好吧，你看看你女儿多懂事儿，他妈以后我再不跟你一块玩了，我什么人啊？谁跟你一块玩啊？金吹牛。说自己游泳冠军，你就是掉在海里边，我一个猛子。没想到啊，你还学会蒙了，还蒙我。爸，你可太让人伤心。哎哎呀，闺女，闺女，你怎么了，闺女？爸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看来您今天是一定得洗。
啊，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你看妈去世的早，为了照顾好您，我翻了多少书，查了多少资料啊。对了，有本书上说了，对待6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小学生一样，对待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幼儿园里的孩子一样，对待9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对待100岁以上的老人。行，闺女，看样子你爸活不到100岁。爸，你看您这说的什么呀？爸，我们都希望您活到100岁，不，我们希望您活过100岁。对了，爸，啊，咱活过120岁零237天。干嘛120岁237天？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哟，那好哎，我尽量努力。爸，你别高兴，我请客，我得过一段。对对对，出去吃走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得在家写检查。这么多人呢，讨厌啊。没事儿，我媳妇儿合法的。哎呀，婚后生活甜如蜜，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，不吵架来不生气，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太感人了，你。嗯。不是，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，她的事迹太感人了。嗯。你听啊。嗯。她每次削完苹果，先递到丈夫的嘴边。给给给。嗯。你们这还差不多。什么事儿？短消息。谁来的？嗯。又怎么了？还是她，你听啊。嗯，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，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。在哪儿登着呢？准备明天登。是我爸来的短消息，说包了饺子，问咱俩回不回去吃。吃吃吃。就不要吃。你看你看看啊。真是爸来的？那我就不看了。嗯，谁来的我也不看。你看你小心眼那样，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？什么事啊？我电话。喂喂，这谁呀？打通了以后不说话？打过去不就知道了？对，不用，万一是诈骗电话。嗯，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你看你，你看我干嘛？哎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没说，你比说什么都厉害。还看我？你这电话我也不知道，一个电话没接上，还看？好，这样行不行？我把它开在免提上，所有的电话进来，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，行了吧？好，我也开成免提，我陪你。你不用，我相信你。别，咱俩都相信免提吧。嗯。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。我后什么悔啊我？喂。喂，是个男的。喂。哎，谁啊？我是三哥。三哥，哎，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？是啊，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，还让我陪着。那就去呗。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。哎，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，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，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。啊，那我怎么说？和以前一样。嘿。什么和以前一样啊？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。你什么？哎呀，你看老是揪耳朵，揪耳朵，有本事揪头发。头。
好了。知道啊。喂。喂，郭嫂。大嫂。哎，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？对啊，我们在一起呢。啊，那你让他接下电话。哼。你等会儿，三哥。三哥。三哥。三嫂，三哥上厕所了。啊？我去叫他。哎，算了，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。哦。好啊。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骗呢？什么叫骗呢？善意的谎言。你看你，一句话的事儿。一句话能成事儿，一句话能坏事儿，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？什么善意的谎言呢？就是公开的欺骗。亲爱的，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。骗没骗我，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。给谁打？喂，老王大哥。哎，老王大哥，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。啊，丽丽啊。啊，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说跟您在一起呢，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在一起了。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。郭子上厕所了。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？不用了，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。嗯。去哪儿？我去上趟厕所。站那儿。又给谁打？你喂，小事儿啊。哎。啊。我是你嫂子丽丽。哎，嫂子。啊，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说跟你在一起呢，是吗？啊？笑什么笑啊？哎呦，嫂子你就放心吧，郭哥和我在一块儿，你还不放心呢？放心。好，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，啊？啊，郭哥，郭哥，郭哥上厕所了。嫂子，他上厕所了，要吗？我让他回给你。不用了，他在厕所呀，我就放心了。上厕所，上厕所，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？有时候也说去食堂。是。谁来的？哎呀，小四儿，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。哎呀，喂喂，小四儿，郭三你在哪呢？我在家呢。得了，别问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嫂子来电话了，我帮你圆过去了。现在放下电话，马上回家。你瞅瞅人家，哎，怎么旁边有个女的？啊，谁？那他是那谁？我不管他是谁，别忘了你是谁。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？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？我对天起誓，我对你100个真心，100个诚心。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。你查去、啊、我就问问他们，还哥们呢，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？干嘛干嘛？行了行了，我错了。行了，你起来，我没弄好。哎呀，差不多，回来。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，得到的一定是谎言。我是。我没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，撒了谎。但是我明明在家，你却说我没在家，你撒谎了没有？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？人家更为了咱俩好，亲爱的。一句话的事儿，一句话能成事儿，一句话能坏事，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。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，谁就这么回答？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。你快拉倒吧，人之常情，谁都这样。什么谁都这样，绝对不会。好，给谁打？菲菲。喂。喂。菲菲啊。哪位啊？哎，你好，我是你郭哥。哦，郭哥。你先坐会儿。喂，郭哥。什么郭哥？菲菲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你丽丽姐啊，下班以后没回家，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，是吗？对的，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。不，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。你等一下，丽丽，丽丽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？郭哥，丽丽在厕所呢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。不用了，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。
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说吧，一句话的事儿，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。不行，你给李阿姨打，我就相信李阿姨。给李阿姨打什么？你打不打？哎呀，别没事找事儿了。哎呀，不打我打。干嘛？通了，快说，李阿姨。喂。喂。喂，李阿姨。啊。你好，我是郭子。啊，小郭呀。啊。是这样的，李阿姨，这个丽丽啊，下班以后没回家，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，是吗？没有啊。喂，李阿姨，那没事算了。哎，小郭，丽丽她上厕所了，要不一会儿我看她给你回电话。不用了，李阿姨，谢谢你。自己把那手捋直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一句话的事儿，一句话能成事，一句话能坏事，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？呀，李阿姨，快快，你说我不管，我怎么说？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喂，李阿姨。丽丽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家呢。别蒙我了，郭子来电话了，急坏了，满世界找你呢。你赶紧回家，别叫郭子着急啊。我真在家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么回事，本来我在家，郭子说我不在家，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，结果呀，您上当了。李阿姨，李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您没事吧？哎，这个当啊，我上就上了，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，幸福平安，我就放心啦。丽丽，我对天起誓，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。我也是郭子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从今以后，咱俩都阳光点哦。嗯。从今以后，咱俩。嗯。哦。嗯。我啊什么？我都饿了。下饺子了，咱们回家吃去吧。哎呀，快走啊！快，都几点了？来来，快快。喂。来。啊。啊。啊。哦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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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是大姐来的电话。大姐，什么事儿？大姐是二婚，有个前夫，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了，那美国人。对。后来他们俩离婚了，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。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。啊。大姐呀、啊，想见孩子，孩子想见大姐，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？哎呦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大姐、啊、说去见孩子，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，让咱俩帮打个圆场。就这点事儿，我当什么？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，我接，快走快走。嗯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快接，说来就来了，快。哎呀，喂，哎，谁呀、啊？我是大姐夫，美国的，中国的。喂，那个大姐夫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，那大姐来没来我们家？来了，刚进门。啊，在你们家呢？嗯，那你让他接个电话。又来了，大姐，大姐，你看见大姐了吗？啊，郭子，郭子，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喂，她上厕所了。你把门打开。她在厕所，我去开门，有点不合适吧？我是说，你把房门打开，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。完了完了，来了，圆吧圆吧，你说你能圆好的，你自己圆去吧。还没挂呢，哎呀，快去开门。你去开。我求你了。我求你了。石头剪子布。嗯。石头剪子布。开门。哇，你开门。我赢了。谁赢谁开。大姐夫。大姐在厕所呢。大姐在厕所呢。大姐真在厕所呢。哎，郭子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一直想上厕所，没来得及。哎呀，快歇会儿，大姐在厕所呢。行了，别演了。你大姐没来你们家，这厕所根本就没人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嗯。哎，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！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
哪儿漏电了？行了，别演了。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，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。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、想见孩子的事儿吗？今天说出去吃顿饭，慌慌张张就走了。可是这钱包没拿，郭导，这场合我去不合适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。送钱包干嘛？你怎么不明白呀？这饭咱得请，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。大姐夫，你太阳光了。大姐夫，哎呀，你说的太对，我们俩正说呢，跟人家圆，给人家圆，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，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，对吧，丽丽？对，这钱包我去送。哎，你们去吃饭，这钱包我去送。我不想吃饭，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。啊？不是，我说看美国大姐夫，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。啊、哎，待会儿咱们一块走，我去上趟厕所。好。哎呀，啊，瓜子电话，帮我接一下，就说我去厕所了。啊。谁信呢？看人家报纸上讲呀，白姐，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你听错了，那是说时代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